来，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娃。现在在这个鱼塘里面抓鳝鱼泥鳅哈。哎呀，过来看一下，看这个是不是个洞哦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咱们再找一下。刚才我们都抓了一截了，说实话，收获也是相当的不错。看一下这面哈，哎呦，这个怕应该是喽。我说你问的这么爽，还有个包杯儿，你不要打脸了哦。他就不是，是不是你挑我？不给力呀、啊！难道真的要搬呢、啊？来了，真的，它在下面，又上货一条了。再慢慢的找一下，下面呲呲呲的响了。咦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跑得好快，来啊！哇塞，来来来，看到没有，又一条。上货一个螺子，螺丝一个，哎呀，哎呦，这个包这里有一个，翻一下看，哎，下面有没有？全部包那个冰缝啊！小了吧，算了算了，要不我来搬一下这个湿的地方看啊，搬一下。喂，哎，哇，来一条，还多啊，尾鞭，哎，还全部跑到外面来了，看到没有，一条接一条啊，多来几条都可以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来，嗯，还要跑，还要跑，这条最大了，这条漂亮得很。又来一条，看到没有？看见水，嗯，烟锅给它放了。对，这个鱼塘老板都还在这里哈，看到没有？
这个阿姨人又漂亮又好说话。哇，这里还有个洞，这个洞里面还有水呀，难道是上一洞吗？啊，看到没有，它水汪汪的。还是泥鳅哦，鸡公鸡，哎，差一点，那，啊，还是泥鳅嘞。今天还没有抓到有鳝鱼，嗯，哇，才差一点，差一点中招了，看到没有？这种烂螺丝，所以说我们抓鳝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啊，很容易扎到手这种。主要是看到这里个洞。我就想来抓它，啊，那跟那个是一条的吗？一条的呀。这条，这条漂亮，看到没有？这条巴巴实实的，黄金黄金的，金黄金黄的哈。外面要多一点，数数速度，来，看到没有这条啊？再看一下，哎呦，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条不得了哦，这个速度。转得好快，哇塞，来来来来来，今天也可以了啊，今天我们总共，哎呦，裤儿都扯落了，今天就抓了这么多，看到没有，好爽哦，差不多两三斤了。啊，来兄弟们，来，今天我们就差不多了嘛，我们就走了啊，小伙伴哥，我们走了。